大家好，我是包总。今天有点热，大家多多注意。太阳，先切一点点肉，切成小块。我们先放羊肉，把肉炒一下。炒的差不多了，放点盐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放点葱，出锅。把切好的面擀成皮，开始包了。都包好了，这个热了，开始炸。用羊油炸出来才好吃呢。炸好了，出锅。这个太阳饼，炸好了，给大家尝一下。